第二十一题，小花、小安两人在一水平直线操场上奔跑，两人的质量及速率均未知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A. 两人发生碰撞，两人间的作用力大小必相同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个样叫做小花撞小安，施力给小安；小安撞小花，施力给小花；小花施力给小安，小安施力给小花，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两个会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所以选项 A 是。是对的，所以选项 B 就是错的。他说，质量较小者所受两人间的作用力比较大，这就是错的，应该是相等。若 C 选项说，若小花的质量较大，则小花的动能一定比较大，也是错的，因为动能公式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。如果质量比较大的，还要看速度来才能够知道动能谁大谁小，所以 C 选项是错的。同理，D 选项也是错的。我们的动能公式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小安的速率会比较大的，还要看看质量比较大或比较小，才能够知道动能比较大比较小。所以说，D 选项说小安速率较大，则小安动能一定比较大，也是错的。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若两人发生碰撞，两人间的作用力大小必相等。